乒协换届大会，刘国梁当选新一届乒协主席。图看中国记者苗威综合报道。被强制下课一年多的前国乒总教练刘国梁回归国乒已经一个多月，如今刘国梁成为新一届乒协主席。据路媒报道，12月1日上午9点30分，中国乒乓球协会第九届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天坛饭店举行，会议一致同意原乒协副主席、第九届委员会换届筹备工作小组组长刘国梁当选新一届乒协主席。9月27日阔别中国乒乓球队15个月后，国乒原总教练刘国梁强势回归。就在乒协发布刘国梁回归国乒消息的当天，刘国梁在微博晒出两张照片，并配文衬陪国乒战东京还有666天，宣布复出备战2020东京奥运会。据路媒报道，刘国梁的回归被认为是中国乒乓球协会结束前一段时间改革带来的混乱局面。9月初蔡振华就离任中国乒协主席一职，转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当时就有人猜测这是在给刘国梁让位，刘可能会重回体育界。在此之前，刘国梁经历了一场国乒兵变。2017年5月中国国乒女队主教练刘国梁的好友孔令辉被曝在新加坡涉赌被解职。同年6月20日乒协官网发布声明称，国乒不再涉总主教练岗位，刘国梁被卸任国乒总教练一职，成为22位乒协副主席中的一员。刘国梁被普遍认为是名声暗降。数天后举行的中国乒球公开赛，男队国手张继科、马龙、许昕、樊振东和教练员秦志戬、马林均退赛罢战，以此抗议刘国梁被免职。退赛一事掀起舆论轩然大波，体育总局因此震怒，对相关人员进行严厉打压。马龙、许昕、樊振东事后被迫公开声明道歉，刘国梁也不得不离开国乒，随后选择回归家庭。有关刘国梁职务变动引发的国乒男队集体兵变事件，舆论只涉及体育总局局长苟仲文和体育总局副局长蔡振华之间的权斗。有港媒披露，事件的起因是刘国梁拒绝顶替蔡振华出任乒协主席引发的涉及体育总局局长苟仲文和副局长蔡振华的中共19大中央委员之争，而刘国梁和孔令辉被视为蔡振华的左膀右臂，二人先后被免职，结果苟仲文在19大上已成为19届中央委员，曾连任中共第17届、18届中央候补委员的蔡振华去年则没有当选19大代表，并且没有成为19届中央候补委员。国乒兵变事件发生后，中国乒乓球队元气大伤，此后的多场比赛遭到惨败，体育界对刘国梁回归呼声甚高，所以刘国梁的回归被认为与中共体坛高层受到舆论压力不无关系。